请写出卤肉饭的卤。卤肉饭的卤。啊，萱萱啊，他知道发生事情了。他的这里面的四点代表什么呢？盐巴。盐。卤东西一定要有盐，好不好？阿张师是加点盐嘛，好不好？多加酱油。气死我了！一掷千金，每周六晚上九点，未来综合台。